观众朋友，您对刚才看到的比赛项目呢，一定很熟悉。在军事通信领域里呢，也有一个和这种运动形式相似的通信手段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微波接力通信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美英法联军协同与德军作战，由于战场广阔，参战部队多，单靠无线电短波通信难以满足战场需求，军事家们迫切需要通信容量大、传输质量高、抗干扰能力强的通信手段，于是科学家们将目光移向了微波。微波是一种波长非常短、通信频段非常宽的电波，如同马路愈宽能并行驶过的车辆就愈多一样，一部微波通信设备能同时传送上千路电话信号，但它和光波一样只能沿直线传播，遇到障碍物就会被阻断。科学家们便每隔约50公里架设一座电波中转站，把前站发来的微波信号自动接收下来，经过处理放大后转发到下站，直至将信息传到终点。由于它很像接力赛跑，所以人们形象地管它叫微波接力通信。微波传输通道很宽，除了可以通话外，还可以传输报纸、传真、可视电话、彩色电视节目、高速数据等。过去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、解放军报等首都报纸都要靠航空班机送到边远城市，再由当地播放或制版印刷。从1956年北京至保定第一条微波接力线路开通到70年代中期，我国已建成数万公里的微波接力线路，连通了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。从此通过微波通信干线，各地居民不仅可以直接收看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，而且可以看到当天的首都报纸。通过微波接力这条空中走廊，前线指挥所与后方指挥部的多媒体计算机连接成网，各级指挥员虽遥居各地，犹如同务一室，共商军纪，作战指挥的实时性将大大提高。无线电波在空间传播，难免要受到大气、雷电和工业等各种各样的干扰。这些天候干扰的主要频率都比微波频率低，它们对微波通信的危害远比短波、超短波通信小得多，因而微波通信的传输质量比较高。无论是电闪雷鸣还是雪雾弥漫，无论是大气层内还是大气层外，微波通信都可全天候、全时辰地为作战指挥提供可靠、稳定的保障。我军从70年代后期开始装备战略和战术微波通信设备，到80年代后期，微波通信网络已具有相当的规模，并开始微波通信用于野战地域通信网的研究。黄河，黄河，西澳怎么样？
长江，长江，信号很好。一般的无线电通信，经天线发射的电磁波向四面八方散射，只要对准频率，任何人都可以接收到，所以容易被敌方监听。微波接力通信发射的电磁波像探照灯一样聚成一束，方向性强，不易被窃听。这个特点正好符合军事通信必须严加保密的特殊要求。目前我军广泛使用的数字保密无线电接力机，就是在微波接力机基础上再加上数字保密技术，以达到密上加密。更为军事通信专家津津乐道的是，微波接力通信机动性强，便于架设和撤收，适应各种车载、舰载、机载，是应急通信的最佳手段之一。当通信线路遭敌炮火摧毁，难以修复，遇到山河阻隔，难以架设有线线路，或在没有既设通信设施的地域，只要在适当地点建立接力站，就可以接替有线通信线路沟通信息传输，开通新的通信干线，或建立地域通信网。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，通信设施严重毁坏，通信联络全部中断。正是微波接力通信在抗震救灾中挑起了灾区与外界通信联络的大梁，有力地保障了党中央、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对抗震救灾的组织指挥。正因为微波接力通信具有这么多适合军事作战需要的特点，所以它一经发明就得到了军事家的青睐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历次战争中使用最多、发展最快的通信手段之一。在当今世界各国的战略通信网，微波接力通信是信息传递的主干区域，它与光缆、卫星通信共同构成战略通信网的三大支柱。台湾战争中，美军在90天内用于战区的电子设备，比美国40年内投入欧洲的总量还多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建立无线电接力通信。微波接力通信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呢越来越大，正在向数字化、集成化、微型化和自动化的方向发展。微波接力站呢多数是建立在陆地，如果遇到茫茫的大海就显得无能为力了。随着空间技术的发展，利用人造卫星做微波接力站已成为现实，这就是下一集我们要向观众朋友介绍的卫星通信。走进军营，走进生活，我们人民子弟兵栏目讲述了许许多多绿色的故事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关于武状元吴喜才的故事。作为一个步兵连的连长，他发明了模拟战场环境的心理训练，使训练呢更加贴近实战。李某，
我的战场环境心理训练，目的通过训练提高同志们心理承受能力，适应未来作战的需要。下面综合演练开始，全长现在的情况是，排长命令你们迅速乘车向战区开进，对上情况清楚吗？是。这位面部黝黑的山西汉子就是七连连长吴喜才。别看他平时和战士们嘻嘻哈哈的挺随和，可在训练场上那股严格劲儿就像他那张老脸一样的严肃。我们搞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，一到车跟里的时候，跟着车以后呢，往回跑两步，跑两步以后直接抓车，然后上车，啊，对了啊，踏步走，到前面，右跨右边来，掉，向左蹲，保持间隔，大总你啊，我们来走这个的时候，虽然这么看，走这个的。过坦克下运动的时候，右手持枪，大步呢朝着车身的方向前进。这个时候，吴喜才怎样严格要求，战士们总能够听他的指挥。因为无论进行什么科目，做什么动作，他总是身先士卒，先做示范，然后再指挥战士们训练。一份付出，便有一份收获。几年来，吴喜才荣立过两次三等功，两次二等功，七连也多次被评为先进单位。站住！该卡车！拿起坑，放心。下面我将绳越绳索滑降给同志们做一示范，请看示范动作。别跑！卡锁卡身以后，左腿注意和绳杆套住，两手协同使身体用力，沿绳索滑翔。